非常溜着溜，我的开局中局都有所提升，哎，可以说是在我们家粉丝大人的见证下成长和进步啊。谢谢我们家专家叔叔的99吉祥大办卡，感谢我家专家叔叔的办卡支持。哎，中炮对视角炮反攻马，我们家用户0256大哥，啊，想要问的这个棋，哎，这个棋直接跳正马，直接跳正马。如果对面进炮打羊肉串，我方怎么办？一会儿复盘去说啊。这个我前两天两盘，这个视角炮反攻马的棋，我好像给我们0256大哥发来着，你还有印象吗？万总的红鼻头是钻粉大飞机，感谢我们家专家叔叔的99吉祥大办卡。是，哎，这个我们我刚才记了个笔记啊，咱们这个专门针对视角炮中炮对视角炮反攻马，我这个棋58炮，哎，上正马诱导对面打羊肉串红旗后续的啊应解办法。再次感谢我家万总的钻粉大飞机。9点半了，我们直播间还差700个鱼翅才能过个一星啊！现在直播行情很差，我在想，我看我家兵哥和我们家厚德载物大哥两位朋友今天中午有过来看我下棋，大家更喜欢中午加班还是晚上，还是恢复到7点到12点？画面姚成鱼大哥管理直播间，啊，中午加一场，然后晚上还是8点到12点，或者是晚上一下7点到。12点，大家更期待哪个时间？吃。谢谢我们姚成鱼大哥的大气。我们直播间还差160个66和40张办卡。九个飞机的超难任务啊，今天任务挺重的。中午基本都在忙吧。欢迎我们家哈哥闪亮登场，哈哥这几天怎么不过来看我了？把笑忘了。是的，双马尾啊，以后都是精彩双马尾。要不要来一个胜利的口红啊，我的哈哈哥？谢谢我家哈哈哥的温暖的看。对方进车要攻击我方弱马，我方借机上马可以走。是啊，我们现在快10点了。日榜支持笑最多的10个人，前10的榜单里边，我们一张办卡就上榜。直播现在很艰难呐、啊，直播现在非常艰难，也呼吁我们天南海北的棋友朋友们能够支持笑笑，帮助笑笑一起度过难关。新用户970大哥大气。哎，大方进马，大方进马，大方摆车准备，被废了他，这炮不要了。那这么走，先进马。将军。
方出将的话，摆个炮带将军，把对方车赶走再摆车，这期报废了，对方得车看炮了。将军，这个棋对方退车是不能行的，需要讲吗？如果刚才对方退车吃我的马，我将炮不是退车，然后吃我的马，吃我的炮，对不对？我方将炮打底带将军，对方这个棋只能回象，然后刚才我炮在这儿进车，这个棋是铁门栓的棋，是，刚才这个棋红棋是铁门栓的棋，所以黑棋不能退车。将军，是。好了，这样一个局面，对方要爆炸了啊！这个棋，因为对方这有炮，所以你不能进车砍士。如果你进车砍士，对方会打你，他不会上将。如果他上将，我兜底是杀棋，但是对方可能会用炮来打，所以呢，解释一下下一步退车，把对方的将先将下去，再退车卡这儿比较好，或者退一步车卡象眼，退马再蹬，这个棋也能走。谢谢我家兵哥的又一组三英克泰大本卡，将军，将军，先飞个象，让对方啥棋没有，把对象保护一下。情人节了，把对象保护一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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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家万总的又一组99吉祥大本卡，感谢我家万总的温暖支持。我们家万总不仅是专家叔叔看得起我们家万总，笑笑以及直播间所有的朋友都很看得起万总呀，气不气呀？笑刚开播的时候就说今天万总怎么还没过来，是吧？兵哥刚才帮笑补充了这句话。知道兵哥一直都在，我看中午的时候兵哥过来看我下棋来着。万总细水长流的支持，那倒是啊。怎么会呢，万总？没有人谁比谁低人一等。在笑的心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倒是有很多人觉得笑笑比别人低人一等，觉得我下棋的。就昨天还有人说，笑笑还不如一个妇女主任呢，是吧？谢用户746大哥的6，不少人觉得笑笑这个人比别人低人一等，个臭下棋的。但是不会觉得我们家的粉丝大人比谁低一等啊，大家都是朋友。我们来看看，这是个精彩的视角炮反攻马应对红旗中炮。那么很多时候呢，红旗在这儿不敢走上马，就告诉大家这个棋不要担心对方进炮羊肉串，这是一个视角炮反攻马当中视角炮特殊位置下经常会走的一个棋。那么我们在低端局，尤其是夜六以下，经常这个红旗不敢走正马，告诉大家直接走，就让他来打。打完之后你怎么走呢？你怎么治他呢？红旗啪叽揍带手将军，当对方上马我们反打。假如对方往这边上马蹬我的马，我先出车，如果对方蹬掉我进车，对方要是进车跟我换，这个棋就退车吃死马。假如对方往这儿走，你摆炮吃死马啊，这朋友们，这个马的位置不好，他要跟你换你就跟他对掉，对完吃他。那么如果这个棋他在这儿不跟你换，不跟你换会怎么走？假如黑棋有出车的走法，
啊，那么这个棋我方就可以飞象了呀，对吧？他这个马就显得没地方跑，下一步还有拱并的棋啊，这样的话他有可能会退马。那如果对方退马，这个棋我也是进车攻击这个弱马啊。你假如往上上马啊，小兵一拱，双马连环让他连不上啊。这个棋我们就认为红棋大优啊，位置非常好啊，嗯，啊，位置非常好，两个车的位置马炮都比较活跃，对方这个车出子缓慢，这两个马将来不太好走啊。红棋的车比对方两个车位置好太多，我们认为红棋是大优。啊，所以呢，对方都八成是不能进炮，进炮之后你怎么去把握这个棋，得后续慢慢去体会啊。